接下来是由罗东班带来的舞蹈，叙述美丽的大溪地舞者，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慢高雅、高贵，还有优雅，还有自然奔放的感觉。此首歌曲由翁佩轩老师所编舞，佩轩老师对于我们教课以及推广大溪地舞有极大的热忱。这几年在罗东不遗余力的推广下，使我们工作室有机会在罗东这边办这次的分享会。期待此次的分享会带给正在学习的舞者，还有我们现在对面的观众，对于大溪地舞蹈有更深的认识。借由这一次的机会，对于大溪地舞蹈有更深的认识。好，然后在这边谢谢大家给我们机会。Thank you.